要加回来就直接沾沾香菇就好。你早刚刚先早一点回来煮鸡香菇鸡啊，香菇鸡啊，加点回来煮鸡啊。都切好了，都洗好了，没有香菇鸡等你煮了，快点快点回来，都放进。没有门好进啊，都洗。啊，我有门好进吗？我不懂了。好，天公布道耶！耶，妈妈哈！耶！哎，真的，你俩好看啊！嗯，啊，录音了。啊，对啊。你啊，按行路该入火速的呀，行路在关天在行台在台路个坑坑弄点木给我就一公里两天嗨，你看就冇开。赶快节省时间哦。哎呀，蛮疼的，那亲近就是哎，慢慢行，对门对门是该呀。小洞田呢？哎呦，我很开心！你也动起来了吗？嗯。要尿尿。你老洞田，老洞田来。
这里是清静的天空步道，下面呢就是庐山的拱形墙。啊！你往西北山一点来吧，给动烟。啊，继续走吧。继续走，继续走。打声招呼，我录影。Hello。桂梅，跳着要跳舞，跳着走三八步。跳舞起来了，耶！三八步。哎，他跳三八步啊。啊，好吃好吃，好吃啊，很脆啊，哎。摸着那脸，对啊，爬楼梯会比较好爬。对。上八层三楼。妈妈，他们上多嘞，多上一招，上嘎达本。多嘞，上多嘞，很多是多嘞。转个弯就到了。啊，休息休息，喊他休息，嗯嘛，休息啊，两百，休息啊，啊，两百，那休息啊，等会待会休息一下，两百，两百啊。没啦，走的啦，上一次一个偏路的啦。我要把它涂到涂那边，它后面有一个那个林振勇的头了。对啊，我就想说奇怪，你头发不成这样盘上去啊？他说不是你啊。我想去的，他是你姐姐。嗯。我们我兄弟姐可以看过，那个是美莲没有错了，哈哈。多少钱啊？哎，等等等。跟明阳同学做咩？明阳，你行工程，行工程啊，更啱啲哦。唉，佢本应做啊，佢本应做就好啦。系啊，本应做啊。你计划，诶，本冇多钱好啊，钱难。诶，佢当然咪放得就好啦。放喺度咧。个波应生出好只猪啊！系啊，坐下身咩啊？几嗰阵时，你都搬到搬去北京啊，搬去北京。你冇去。诶，搬。又拿毛巾出来。这个没有，是吧？快进来哦！啊，赶快进，不能进去了。走在了，走在那个银马了。赶快进青草原吧！哎呀，那个是青草原呢。银马干什么？没红象啊，上个最高点啊。鸟啊，那是最高点啊。没上个单位公园啊，蒋公铜像啊。不会一下子上去的啦。
一下子上去了。哇，是不是你？毛巾，有一条毛巾。我没办法帮你解释了。上去上去啊，三角有三角点啊，最高点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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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等一下再跟风车正面拍一张是吧？等他拍完再拍。哎，这边也可以拍，这里跟那个方位。哎，秀叶，站在这边来，跟那个后面山头照一张。
在行长边。杨妹妹，你送来个观景台来数啊，老婆子啊，来送来。哎呦妈！哎哈，汤圆都好好哈，好摩擦就啊，又好舒服，汗一出来我就倒嘞。他们都坐车嘛啊，都坐车，后面都坐车。好，走吧。你也憨了呀，挤不上了。对啊，我想说，桂梅每年去了好好憨一张哎，真是够爽了。憨，然后啥子憨了？风月风流，你还有白风啊？大中啊！有吗？很漂亮的枫叶，看到了吗？在我头上。木兰花，是木兰，是木兰哦，系啊。木兰果还得，那就木兰三四叶啊。好了好了，最后一条波 ，OK 啦。半程了，半程了。这里是我们在清境的打尖处长白山。农场是第二次来到这边住哦。磨了，来想表白，表白在世界去表白。人家是弟弟，你看你就没有啊。哎呀，等你要我提醒，还好还跟他们找。可是我的姐姐怎么手上举着？Yeah.
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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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水果要饭前吃点。是，等一下，不会发一包发掉。发到很，明天早上干发几干怎么办？是啊。很客气，我压扁他。哎。对啊，你炒肉，你总共一碗。你还弄出来散？散的。你马上拿去。哎。马大口又摆香葱。香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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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周总，哎，你那个代金里面写的去我，啊，没啦，啊，那边写的，我马上传过来。哎，传给班的啊，传给班的啊，对呀，是他们，我五交粉。对，这个真的好咸呐，哪个？这个很咸，这个甜猪肉也咸，甜猪肉也咸。哎，那轮流，不交哎，那轮流做哈，轮流做，那有饭吃吗？有饭没？有饭做，有饭做，有饭做，饭吃要吃饭还是吃？每天来做啊，那个就是在我们做啊。嗯，你看，你看我，你看我。哦，您最捧我的是做的饭。哦，对。啊，先生，你请。妹妹。完了。那等等了，还讲给谁？找总裁。哎，来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请问你？这有点。今晚订的料不啊？都有。你看，配方怎么样？今晚工作你好，不要讲。把你的卤汁哦，要多少东西？卤汁。安排多啊！水果。我没喊我煮哦。你想做啥？好吃，我这会慢慢的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嗯。好。那个大家庭，哇！我们老师，谢谢贵人主厨师傅。好，上菜。如果全部在一起就钓鱼，对呀、啊。如果要分三天的话，就要分三天吗？这个留明天呢、啊，明天早上还有啊。要分三天吗？那放回去啊。不要，这个把先放同一天。我们美丽现在第一个，现在第一个是有明英小姐第一次参加我们的长白山之旅，是，很高兴，很高兴今天参加那个周董领队那个荷花山之旅。哎，我叫黄明英，今年28岁。对，没有错，简短就好，简短就好，对，来。这也是第一次参加的，小妹妹小姐，今年18岁，还有更大的喜欢，嗨，你好坏，我累，你进来，摸，对呀，搞的，贵来贵去，该不贵来摸爬过天，好
谢谢那个周董领队带我们来参加，很开心，很快乐，谢谢。阿贝，阿贝，奖品呢？奖品，拿奖品。一首歌，开心果呀。我很幸运啊，我先你开吗？开自强号的谁呀？啊，那你得到我的什么音啊？有什么介绍？哎，我有介绍，我看看满不是开了哦。我李先生，他很仙嘛，好啊。李先生呀，地保爷哪呀？仙中啊，仙中通，反刀反刀，下一次来给中通。我老仙中兵啊，来。阿星哥，哎呦，阿星地才对啦！哎，那头发都被长出来，这样讲，啊，秀丽吧？啊，哎，希望是明天把所有过程都走完。问秀丽想告你啦，对呀，对呀，长白山农场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一分钟钟。明日里，哦，哎，真的，这一辈子最幸运的是。跟到周董安排这些节目，每一次都非常充实，充实到有一点超越我的期望。哎，参加到现在，赚到了健康，谢谢。希望这个逍遥游继续下去，到八十岁，八十岁上上玉山啊，八十岁上玉山，上玉山了没有？你们上，我在下面帮你加油。好，准备粮食啦。傅莲小姐，傅莲小姐哈，我谢谢周总，给我们这个机会。说真的，要付出的人真的是很辛苦。然后我这个跟班的呢，有的时候我跟得很快乐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希望我们明天大家都可以完成我们的任务，这也是责任，这也是义务。谢谢周总给我们机会，谢谢谢谢。主持人工作不断上升。好，换周总讲话。我报告明天的行程了啊，明天四点半起床，五点出发，五点半应该就到昆阳。明天是先爬主峰跟南峰，爬完回来睡个午觉，回笼觉。十一点再去合欢山，合欢山松雪楼报道，报道完以后睡个午觉，看天气哟，气候好的话就走合欢街到石门山。到石门山石门北峰，那十点收掉你怎么走掉？不是啊，到松铁楼时候再这个一周再睡午觉啊。下午时间很容易下雨。没有，就我就看天后嘛，天后好啊，对。可是我们重头戏，我看天后，礼拜三、礼拜二都是好天气啊。所以说礼拜二是要爬东峰、北峰，最重要的。礼拜三再爬了，可以，有头五礼拜，礼拜三再爬。对 ，OK， 就这样。好，现在我们余兴节目开始。好，谢谢。好了 ，OK。第一首，好的。冯董开唱。别喝葡萄酒啊，放完，别倒凉酒，老板。纯爷怎么办？开始。开始。大伯你怎么样了？你干嘛的？爸爸上来。厕所可以在什么时候？
Thank you.
掉都全部打掉啊。好吧。就中心要自己动手。